怎么都不说话？云芝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先处理一下当年和华英浩有关的人？你说的是陈小希吧？这个人暂时不能动，我希望他把目光转移到庞光身上，毕竟他不知道那一枪是尤德彪开的，他会重点怀疑庞光，一旦他对庞光下手，那等于就是帮我们砍掉了慕容柏的一只手臂。那尤德彪呢？他可是知道我们太多的事情，而且他还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，慕容柏就是白竹生。我同意干。各位同意，直接做了一了百了，省得一两毛多。而且这两年这个尤胖子帮我们打了不少官司，这些案件可都是有存档的。我可不相信他这么好心，把这些存档全都销毁掉。他要把存档都拿出来，哥，就算扳不倒咱们，也得过他喝一壶的。就按你们说的办。大宝，这事儿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哥，晚上我就带人过去。喝茶。哎，大宝来，胖一下。怎么样，这车不错吧？挺好。可惜了，二宝没在。他要是在，他肯定会高兴坏了。哎呀，要说这车可是二宝拿命换来的呀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哥呀，今天提醒你一句话啊。晚上别亲自去啊，找几个底下人做就得了啊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丽英志和马奇可信吗？哎，丽英志固然卑鄙，那马奇可是更可怕。那也是一笑里藏刀的家伙，你不了解吗？你啊，现在当头了。凡事那更得谨慎小心啊！啊，晚上亲自去，真出点什么事儿，要么丢命，要么就是有把柄又落丽英志手里。里外不是人啊！明白了吧？哎呀，要说这二宝的死吧，我这当哥的也有责任。哥，别这么说。二宝没福气。丽英志的话你信吗？那仁哥呢？大宝啊，今天仁哥可能说的有点多。哥今天就想给你个承诺，以后的上海滩不管哥得了什么，咱哥俩一人一半。谢谢哥。又是你啊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我爹到底是谁杀的？你怎么就确定慕容柏就是白竹生呢？
快走，快！走。让你杀我的，谁？凌志，还不快走！谢谢你。什么大律师，什么法律的捍卫者，都是扯淡。敢开枪杀人，才是真正的正义者。有吧？你现在就是他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死罪可免。这是要灭我的口。我现在要是逃了，华英浩的案件可能永远也翻不了案。等等，
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要我送你回家吗？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说点什么？你还是想问我是谁，是吗？不说算了。我叫白竹生。你也可以叫我大叔。我叫陈小希，大叔。大叔。从今天起，大家就都住在这儿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，但是都不要离开公馆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谢谢惠哥。不用客气。既然住到了慕容公馆，这里的安全问题你们有责任。这个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在，慕容公馆的安全不会出问题的。哎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好像我们哥几个什么都没干似的。以后不用你们干了，你们跟着阿光在街上打探打探消息就行了，这里的安全我们负责。那可不成，这也得等光哥回来以后。得看光哥怎么说。哎，什么呀？听我怎么说呀，光哥。哎，光哥。光哥，嗯，腾出几个房间给新来兄弟们住下了，咱们哥几个就只能挤一挤了。人家都说了，咱们哥几个没用，以后公馆安全由他们负责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这谁说的呀？我说的。嘉瑞，带兄弟们先去休息一下，安顿好了再说。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先下去。阿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现在是灰哥，花儿。哎呀，魏哥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把我跟大哥也做掉呢？自立门户啊！阿光，最近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公馆的安全问题不得不考虑。你的那些人都是从街上找来的，不好管。再难听的话我也不想说了。今天我找来这些人，全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的，所以成了大哥就不一样了。阿辉，我的人怎么了呢？啊，二毛他们个个聪明，你说上海哪条街他们不认识，哪个人不认识？光会打有什么用啊？遇到事儿得动动脑子。我跟你说，阿辉，就这几个逃兵，只是找一个暂时的避难场所，人哪天反水了，还认识你这个辉哥吗？这件事我不想跟你争，以后这里的安全我来负责，你的人你自己安排。不行，他们不能住在公馆。住在这是我的主意。哎，大哥，大哥哥。阿光，阿辉，你们分工一下，公馆的制高点、围墙外你负责。哎，大哥，那我们呢？你等我把话说完行吗？密道挖的怎么样了？紧锣密鼓。公馆内所有的密室密道，全由你负责。一旦出现状况，隐蔽撤退都归你管。大哥，早想到了，搬进来我就动工了。什么事儿都得想到前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能不知道你吗？啊，军装穿的挺好看的，是吗？跟何宗荣他们那种人打交道啊，你要注意距离，怎么把握分寸你自己看。明白。
你们都是我至亲的兄弟，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了。我欠你们一人一条命。 大哥，这事怎么了？啊！你也欠我的。哥，派出去的人说尤德彪被一男一女救走了，身手不错，但模样没看清楚，不像一般人。啊，对哥，一男一女，胡慕人。啊。 你的人就没有发现吗？哎呀，哥，还真没发现。关键你知道吗，哥？哎，我一直带着我的人在外边蹲守，那枪响之后，我们说好再进去的，结果我的人进去了，哎，那一男一女，加上那油胖子，没了。你们连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，还能办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哥，计划吧，是我出的。你给我，我出的笔了。你昨天在哪儿啊？我在哪儿？在楼下。你在楼下？啊，他一直在楼下。哎哥。 那一男一女，我已经帮人查了，啊，你放心。现在要想再找到尤德彪，这太难了。厉会长。 刚刚我们还在说你呢，你就来了。哟，胡探长跟巡管是也在。某人，大宝，刚刚说的事儿，暂且放一放，以后再说。哎，如果要是我打扰了你们，我可以在外面等。怎么会打扰呢？某人，大宝。 那什么，你坐。坐。这尤胖子胆儿挺大的呀，这还敢过来？他不知道这昨天晚上是谁派出去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尤胖子这么多年在力哥的帮助下。 混得风生水起的，不是没道理。哎，你想，他要没本事，没能力，能活到今天吗？啊，这就跟做买卖一样，有投资就有回报。哎，那这尤胖子这投资可就全赔本了呀？未必呀。 他不仅知道华英号所有的事，就连咱们背地里那点脏事儿，他不比谁都清楚。的确，做了他一了百了。
刘律师，厉会长，既然来了，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厉会长，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啊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我呀，想了整整一夜，我也没想明白。还有事情是尤律师想不明白的？我不明白，厉会长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有人要杀我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我的律师事务所闯进了一男一女，要取我的性命。这时候突然冲进来一拨人，把我给救了。他们说是厉会长派他们去保护我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派人去保护你。是吗？那那帮人是？我派人去杀你。那我就更不明白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在上海滩，我想让一个人死，还需要理由吗？当然不需要。以您现在的权势和地位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。可我唯一想不通的是，您为什么要杀我，而不杀慕容柏？他可是白竹生啊。哥，这次尤胖子死定了。哎，他这就是自投罗网呀。要么哥能喊你来车上等着看好戏呢吗？哎，哥，你说咱这都等了半天了，这怎么没动静？这沉不住气气儿气儿的一点也，要想看好戏，就得做足前戏，才能高潮迭起的吗？刘律师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欣赏你。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你都是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家伙。李会长过奖。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我以为你会连夜逃出上海滩，你为什么回来呢？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怕，怕得要命。可我更怕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所以我必须回来。我得回来找您，向您证明我还有价值。价值？我知道你要除掉慕容柏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他最大的弱点。什么弱点？善良。而且他单纯的以为善良就是正义。十年前他是这么以为，现在还是。你别看他现在有权有势，可他还是那个白竹生。你相信我，当我在法庭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出卖了他自己。你能说的再清楚点吗？我可以去投奔他，他会欣然接受，而且不会设防。你当他傻呀？谁不知道这些年是我在帮你，还是你当我傻？我可以跟他说，你要杀我，我无路可退。或者跟他说，这十年来我是忍辱负重，为的就是找机会扳倒你。忍辱负重，你是吗？
想让我生，我就是。你真聪明。我的聪明是为您服务的。原因很简单，我的小命攥在你的手里。喂，什么？慕容柏要来视察公司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尤律师，我要出去一趟。那我就先回去。注意安全。我会格外小心的。蹦的几天的，他蹦的，你就让他再蹦的啊！走吧，去我办公室喝杯茶去。李总经理怎么还不到啊？不知道，他从来不迟到。李总经理最近也不怎么来公司，有好多事情等到签字和点头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搞。是啊，听说他最近一直泡在马会，对公司的事情也不怎么上心。上个星期船厂交船的时候，他也不在现场，是我派人把文件送到马会，他才签的字。这太不像话了。我觉得呀，这年底如果再开董事会的话，这个总经理的人选应该好好斟酌一下了。再等一会儿吧，李总经理不在啊。有很多事情，各位也说不清楚。如果一会儿还不到的话，我们就把业务部、外务部、货物部的几位经理都叫来，大家好好聊聊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马会的事情耽误了一会儿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李总经理，你不在，我们这会啊，开不了。那好，那我就说说公司近半年的相关业务情况。哎，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啊！我好歹也是市政厅的秘书，你们局长都得看我脸色，看到没有？茶都给我泡好了呀。也不说给我也泡呗。你们去李英志那里了吧？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。对，办成功了吗？办没办成功，你不知道吗？大白天随便出入我办公室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一个电话就解决了，装什么呀？老胡啊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做朋友的，朋友跟朋友之间能这么说话吗？哦，对了，七哥。刘胖子回来了，他没死啊？不但没死，就在我们来之前，他直接去马会找立刻了。怎么回事？别看我，我也破本了。这个刘胖子，这下好了，他把小命给保住了。
对了，齐哥，之前仁哥也说力哥不再动油胖子了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意思。他既然知道是我们想要他的命，他还敢回来，他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油胖子敢去找厉英志，那他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让厉英志放过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会怎么做，但他肯定是在慕容柏的身上做文章啊。没错。现在对于厉英志来说，最让他头疼的人，可就是慕容柏了。那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啊！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尤胖子的作用都比我们大了。你觉得厉英志下一步会怎么做呢？这是要对我们动手了呀！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不行，我得回市政厅了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我得回去做做样子。你们不知道现在厉英志派人盯着我们，如果我们再在公开场合频繁见面的话，那他就要提前动手了呀。不差那会儿把茶喝了再弄。你的口水自己喝，啊，老宝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赶紧走。我也走了吧。近半年，公司买了两艘新的海轮，预计明年再买两艘，这四艘加起来就是公司所有船只总吨位的三分之二。那么保险费呢？公司两年时间。接收了四艘大吨位级海轮，海员的费用不说，相关的维护费，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如果军方在征用，赔本买卖。对对对，慕容爵士说的对，我认为我们公司明年买船这事儿啊，暂且先放一放。货源的事情不用担心，公司购买新海轮的事儿，这是英国方面的意思。英国方面的意思。没错，英国方面提出，在现有的基础上，增加航线，扩大货运和增加客运量。我知道这很困难，所以一直压着，实在压不住了，这才提到日程上的。对了，厉总经理，我来的时候啊，外界传言，我们公司啊海伦涉嫌走私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胡说八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呀。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的，这就是谣传。对，诽谤，一定是中航公司他们在造谣，重伤我们。关于走私这事儿啊，我想跟大家说一说，公司的每一艘远洋海轮，或多或少都干过走私。我这儿有一份明细表，它记录了我们在走私上获得的所有利润。说实话。比起正规渠道获得的利润，走私才是公司主要的盈利渠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不是公司的自愿行为，而是英国方面要求的。有违禁品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所有的走私货物都是装在箱子里面的，我们不能打开。这些年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生活，我知道，如果有一天被发现了，背黑锅的一定是我。中国人有句古话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山之高也。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。我们这么做，不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？散会。厉英志真是机关算尽了，装鬼的是他。
捉鬼的是他，放鬼的还是他。走私这件事情上，英国人是有指示的，他很聪明，他把自己走私的货物混在其中，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。海关方面也有他的人，就算出了任何纰漏，都知道那是英国人走私的东西，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这是早有准备了，毕竟他在公司的账面上从来没有做过手脚，要查也只能查走私这一块的，所以他故意告诉你，走私的事情与英国人有关，你肯定不敢查下去，如果查可就查到肯特头上了。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他是希望啊把我彻彻底底的给装进去，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了走私这件事情后呢，只要我不阻止他，他就可以变本加厉，一旦我要查走私这个事情，很有可能就查到了肯特的头上，这就是个死循环。我想李英之最终的目的是想利用英国人来约束你，就像当初你刚回到上海利用英国人约束他一样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到了今天这个局面，退无可退，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再进一步。你现在是如履薄冰，要步步为营啊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谢谢你，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知道厉英智为什么要杀你吗？知道。我是华英号的知情者，他想灭口。那你今天能活着坐在我面前，是厉英智改变了主意，还是你们又达成了新的协议？我们达成了新的协议，再次联手整垮你。那你是代表厉英智来的吧？不是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来提个醒。刘德彪，你在我内心当中一直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。十年了，你变了，你变成了厉英智身边死心塌地的鹰犬。你怎么知道我对厉英智是死心塌地？我再问你最后两个问题。你现在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律师，你相信公理吗？在你心里，法律大还是势力大？哎呀，我是厉英智的代理律师，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？怎么样，钟大哥生前为人好，讲仗义，连我找那几个人也都肯帮忙。他们不但给了钱，给了些家务。你看，别动，这人多眼杂，回去再说。药买了吗？买了，哥，都是这儿的。
就是他们俩。东北大侠。老子。小光头，好久没见你们偷东西了。怎么着？拿出来吧。这位爷，让你赚了吗？我可没拿您什么东西啊。你小爷我早就银盆洗手了。啥呀？那叫金盆。金盆上玩个你，我打死个狗。你们俩唱堂会呢，要不上我那儿唱去？